Hello，我们吃晚饭了啊！我老公吃完了，就剩孩子在这吃。黄骨鱼。我刚回家，洗个澡。不卖菜。嗯，你后面有点咸呐，是前面几口的时候还可以，不咸不淡。我超级爱吃鱼，从小到大都爱吃。王月月是不是有给了骨头的？我看他在沙发上。这是啥骨头？哪来的？这什么骨头？这个，连那一点肉都没有给他。真没意思。哎呀，太大了！基本上这黄金鱼都是我的，我吃。你写作业吗？米酒没有放糖。我一般不吃米饭。听见冬天。鸡筋儿还可
吃完了，刚把碗洗完，然后我老公带着狗下去遛狗去了。我们家都是他，假如他做饭我就洗碗，然后我做饭也还是我洗，但是我做的比较少，很自觉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喵姐的给喵姐关注哦，拜拜，明天见。